在购买新的儿童安全座椅时，考虑清楚哪种安全座椅最符合您的需求，无论是固定式还是可转换式，从面向后方转为面向前方的安全座椅。现在的后向式安全座椅都可以供您的孩子使用长达30个月。您可能准备买一个带有内置安全带的前向式安全座椅。有些类似这样的前向式安全座椅为大约4岁的儿童设计，有些为大约8岁的儿童设计。或者您可能会买一个增高座椅，现在有些增高座椅产品适合大约10岁甚至12岁的儿童。您可能还需要找一些适合您车内空间的儿童安全座椅，您可以在购买前询问零售商是否可以在您的车内试用一下座椅，以便检查尺寸是否合适。当您把安全座椅买回家后，将安全座椅从包装中取出，熟悉座椅的构造，并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说明书。有些制造商也会制作视频，协助您自己安装安全座椅，按照说明书自己试着安装安全座椅。如果您不确定安装安全座椅的方式是否正确，请找一位安全座椅安装工。通过熟悉安全座椅的构造，如果您发现您的确需要找专业安装工，您会更加清楚了解问题所在。请牢记，您有责任了解如何安装安全座椅，因为您永远不知道何时需要移动座椅。